小情侣剧场，我告诉你们，漫漫长夜我要会怎么度过，我跟鱼豆需要做一些什么，看到没有，在这个有灯光的地方，看到没有啊？哎，啥呀？我放这个，你放这儿，我放这个啊，这是那个游戏是吗？这怎么玩？哎，我赢了！ 你怎么还能拿我这牌呢？我赢了！你这玩赖吗？你这人，来看看这个是啥？哎，江哥，你看前面那个建筑是不是有点眼熟啊？这不就是咱俩下海的那个地方吧？全是那个发光水母，你忘了吧？是吗？我怎么瞅着不太像呢？啊，不是，前面那是乌托邦啊，咱俩这不飘回来了吗？哎呀，我就说咋这么眼熟呢？咱俩兜兜转转又飘回来了。怎么整的事啊？地球是个圆啊，咱俩怎么也飞不出去乌托邦的世界呗？哎呀，看来乌托邦应该是舍不得咱俩走呀，所以又让咱俩回来了呀。没事啊，咱俩继续建设冰猛筏，我先做个好东西。我做了一个漂亮的大床。这回咱不用睡地上了。我挺好看的，就是瞅着有点热呀、啊。你看我。哎呀，这还能盖被呢。给你啊，这是我最近研究的新武器，太监。这个好啊，这一看就特别锋利，连挥舞的声音都不一样。哦、哎，豆姐，咱俩再下一盘棋呗啊！上把你耍赖了，那个这把咱俩认真玩。我才没耍赖呢，不管玩几把我都能赢，不服来战呢。这把我认真了。